原标题朱正廷自曝被催婚，九五后都开始催婚了。人气小鲜肉朱正廷出道九个月，微博喜提1000万粉丝。作为乐华妻子 NEXT 的队长担当，发布的首支单曲 That Interlight 创下上线三分钟突破120万的好成绩。即使是在人数众多的偶像练习生选拔中，朱正廷始终是会让人一眼看到的存在。精致的五官，干净的皮肤，因跳舞练就的沉静气质，再配上他183的身高优势，妥妥的禁欲系男神。前段时间朱正廷剪了个寸头，分分钟就窜上了热搜。自从剪了头后，整个微博都弥漫着阳刚正气的味道。近日乐华妻子接受采访，朱正廷自曝有压力，原因竟是妈妈着急想抱孙子。他表示，讨论过几次这个问题，我就跟他们说还早，10年以后吧，至少我会觉得男人的话先立业再成家。他更直言，若男人要承担养家的责任，如果养不起妻子及儿子，就不要结婚或恋爱。身旁的队友调侃道，儿子长大了